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六二三。先生，晚上好。带这位先生去六二三。好，先生这边请。各单位注意，周队已经上楼。刘峰，注意走廊。哎，兄弟，你这儿还卖假酒呢吧？大哥真能开玩笑。有几个钉子？车房一个，大堂一个，电梯口一个。过会儿抓他们的时候，先把手机给收了。先生这边请。好的。哟，再见啊！您到了。行行行。哟，来个大果盘啊！好嘞。飞哥，把我约这儿来，给我唱歌啊？不知道我是麦霸。这地方人多又杂，好谈事儿。老板，谁让你进来了？送果盘。不要，出去。免费的。免费的？来来来，拿过来，放这儿，正好补充一点维生素。伟哥，男人嘛，对自己好一点啊！不，来。先生，请慢用。我叫你别进来了啊！六二三，果盘送到。收到，收到，各单位注意。听命令，准备行动。来，辉哥，你也太谨慎了。谨慎点好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请你直接把他制服，千万不要给他反应时间。
么装啊？怎么装了？谁摸你腿了啊？我摸你，哎，这么多人，我摸你啊？没事吧你？你自己摸没摸？你进去滚！你给我滚蛋！不是，没事，滚啊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你凭什么不给我搞成？你别！快站走！这出来，快站走！你这个王八蛋！你要是不给我钱，啪啪啪啪！你别让我再给你走过去！不，我再来一个版本。老婆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要是不给我钱，你别让我过去！人质还带着挟持，不过暂时没有危险。周远呢？周远跟三辉在一起，还没有暴露。我说你们是怎么布控的？啊？怎么能让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呢？别提了，本来计划的好好的，这都开始抓人了，没想到闯进去个小姐。小姐？啊，看样子像是喝多了，走错房间了。不能再这么僵持了，说话天就要亮了，如果遇到早高峰，那情况就复杂多了。告诉三辉给他准备车。去，我的车。三辉，没必要把事情搞这么大吧，咱们可以好好谈谈。谈个屁。这位兄弟，好好劝劝他，贩毒归贩毒，真闹出人命来，没法收场。别废话，车呢？我们领导已经答应了，车就在门口。好，你走前头。行，你们给我听好了啊！你们要是玩阴的，
我就跟着阿峰一起去见阎王，知道吗？把枪放下，等我下出去，快出去！让我开枪了啊！枪管，这是的。快，快出去！快，快出去！所有人员，往后退！往后退！往后退！你开车，把车门打开，快！哎，都闪开，退后！要不然同归于尽！退后！我，别过来！这是去哪儿啊？小子，跟我演戏是吧？辉哥，演什么戏啊？哼，老子在刀尖上行走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是白混的？你就是个卧底。辉哥，你嗑药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刚才在包房里，我和警察对眼神，我看见了。这位兄弟，好好劝劝他。贩毒归贩毒，真闹出人命来，没法收场。你以为我傻了是不是？辉哥，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哦，不是是吧？那好，那我就打死这个丫头，行吧？大哥，好意思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就送你。救命啊！啊！上天了！一。行，你放了这丫头，咱俩大聊。警察叔叔，你快救我！警察叔叔，警察叔叔，你闭嘴！咱俩有什么好聊的？老辉，只要你放了这个人质，我可以给你争取一个宽大。我这么多年犯的事儿，够枪毙我十回了，我不需要宽大。别跟太紧了，注意车距。明白。
刘峰，没跟错吧？没有。这周队是往绝路上开啊。当时啊，我们一脚把门踹开，冲进去拿枪就指着他。哇！你可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。我希望你们尽快能超过我啊！当然还有老吴头，遇到事情要沉着冷静。今天小刘我得批评你啊！我怎么了？希望你进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不进步啊？对。我听说你在哪走过了二十几圈，听说峰哥的那个。东港车神的身后都这么一抢了，哎，别起哄，别起哄啊！哎，好吧，好吧，行了，行了啊，忙了一晚上了，不累啊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！散了，散了，同志们辛苦了啊！回去，哎，好好休息啊！回去了，走，你们早点休息。周队，这是我妈刚给我寄的绿茶啊，您多喝点，败败火。
怎么样，是不是有 IP 了？呀，草率了，草率了！哎哎哎，刘峰，张琪，我告诉你，提这么热的茶，你想篡权，你想毛害我们队长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没门！我跟你说，就爱上纲上线，同志们之间不应该相互关心、相互爱。行了行了，别贫了啊，别贫了。散辉那材料怎么样了？散辉刚从医院回来，正预审呢。嗯，陈怡呢？给那个姓白的姑娘做笔录呢。啊，就那个小姐。哟，周队，你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？这是我们队长。嗯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。你为什么把我带公安局来？为什么不让我回家？你没跟他说清楚啊？我说了，他不听，非要见领导。行，你们去把那个散辉的材料整理一下啊。嗯，好。白小姐是吧？对，坐。白小璐，就是小璐的那个小璐。嗯，这样。那我有必要再重新重复一遍。你呢，作为今天晚上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证人，有必要配合我们警察，把所有的经过给我们录个口供和视频，有便于将来在法庭上我们可以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挟持我的人在哪儿？关起来了。那你去审他呀，干嘛问我？他我们会审的，但你的情况，你的问题，有必要跟我们说清楚吧？我的问题？对啊。我有什么问题？你去夜总会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会跑到我们布控的房间里来？我被挟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你当时也在场啊。我说了，我去那就是要钱的。结果我喝多了，把你们内屋当成了爆丸内屋，然后就被当成了人质，最后跟着你们漂移了一把。你要钱，跟谁要钱？老包。你客户。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们这个行业不都是这么称呼的吗？我哪个行业的？这还需要我说吗？像你这么年纪轻轻，不拿自己的青春和身体当回事儿，出来瞎混赚点零花钱的女孩，我见多了。别那么激动，来，先坐下，继续说。你记住了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是一个编剧。编剧？对。既然是编剧，不好好在家编故事，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？穿成这个样子，我这么说你信吗？我要投诉你。投诉我什么？你看你那样，你根本就不会做一个警察，你就是个地痞。什么？地痞。再说一遍。地痞。哎哎哎，我说，我们这可有监控啊，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。我负责？那他能对他说的话负责吗？你怎么这样啊？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三个月的工作，今天差点让你给搅黄了，我们都没说什么，而且要不是我们头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，你还能站在这犯浑吗？那他应该做的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警察的职责。哎，小姑娘，咱做人做事儿得讲良心啊。行了，别跟他说，我不跟你蛮见识。我不管你是编剧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你必须老老实实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个字不落的给我说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别想离开这儿。哎，站住！去哪儿？把话说清楚。哎，老实点啊！别动！给我站住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下面播送天气预报。今日我市天气主要以晴为主。风力二三级，空气质量优，适合出门游玩。周队，你看今天起的。刚冲咖啡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这三回抓了现行了，嘴还这么硬。再晾一晾，过两天肯定能溜。那个白什么怎么样？酒醒了，刚录完笔供。等着朋友接他呢。
陈毅，去给他弄点吃的。还管他吃啊？哎呀，我们警察别跟一个小姑娘计较啊。忙什么呢？临时有个任务，出差了。出差了，手机就不能打开了吗？啊，没办法，执行任务。你今天晚上最好回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？不能。怎么样？一天上班，听明白？还行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车不用给我留下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不想第一天上班就给人留下个不好的印象。哎，你可真逗了，怎么了？不能开车上班啊？警察不能开着车啊？我进命案组是我老师顶着压力给我推荐的。我开这么好的车算什么？我得注意一下我的言行举止。你老师推荐你，那是因为你是人才，并不是说你走后门拍马屁，懂吗？什么？就这么简单一个设计，他要五千？我就现在跟你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么堵还能追？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去吧，一会儿就又得给人吵架。起来也不是特别复杂，可我没时间处理，我朋友快死了，他一天一夜没吃饭，我得赶紧去找他，我没时间跟他处理。那要不然你先走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走吧。等一下啊，师傅，来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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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。哎，喂，喂，你刚才跟那姑娘车走得了，什么情况啊？您倒是没跟人吵架，人把车追了，你就这么让走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修车啊。车是你，又不是我的，我。你坐不坐呀？啊，哎，哎，我不坐了，我赶地铁去，我来不及了啊，走了。
臭小子，又让我给你擦屁股。怡姐，你这麻团还吃吗？啊，不吃。你吃，够够够够。好吃。这位小白同志已经教育过我们了，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。啊，你是又胡说八道些什么了？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带他回去了。行，走吧，回去好好休息啊。那个有事儿再找我们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行行行。慢吃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快走。小刘，带他们把手续办了啊！是。哎呀，这丫头。跟你说，这是我第一次进局子，第一次，看吓人不？好，太。是你。啊，嗨。你也来办事儿？我在这上班。你做什么的？我是警察呀。你是警察？对啊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那个，刚才说不好意思，我因为太多杀手把您撞了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这就是你那朋友吧？对，他特别需要我的帮助。那个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回头我给你钱修车。哎，你还没有联系方式，你怎么联系我？哦，我们还没加微信呢。对呀。那赶紧交上给你了。那扫你。你瞧我这脑子。好。啊。哎，回头，我们先走了。行，拜拜。小宝跑进门，哎呀，小鹿，亲亲，人家好担心你啊！不要担心了，怎么样？我提了精神怎么样？啊！小雨，小雨，哟，小雨，你们这几个鬼机灵啊，又捡着什么乐了吧？没有，我们就是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。这贫嘴，来来来，都过来，我跟你们大家宣布个事儿啊，你们这个周队啊。老跟我嚷嚷你们一队人手不够，这不，我给你们送新鲜血液来了。来，小鹿，来来来，跟大家先见个面。是。大家好，我叫陆浩，从今天起就和大家一起共事了。
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哎呀，真客气，你看这个吴大哥，叫我老吴就行。你好，你好，刘峰啊，那小伙子个头达标了。陈怡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小陆啊，是警校的高材生，虽然没什么实战经验，但是我相信在你们大家的帮助下，乔姐，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得先回去睡觉了，这两天没睡好。你站住！谁让你走的？我让你走了吗？不是，你一个大组长，你说人家新同事来了，你招呼也不打你就走，你说你这什么态度？乔局，您给二组、三组配的什么人？一个是禁毒英雄，一个是立了三等功的，那随时都能顶得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呀，你就别再挑三拣四的了，好不好？周队，我能说两句话吗？不能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人家小陆挺好的，各方面成绩全优。乔局，我们需要的是刺刀见红的战士，不是学霸。你还少跟我废话。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党委会定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小陆就是你的兵了，你必须给我带好。是，您是领导，您说了算。行，哥几个，给这个学霸准备一个休息的地方。讨薪未遂，跑错屋，被劫持，好不容易逃出升天，居然被当成是……哎，这么狗血的剧情拍成电视剧绝对是爆款。爆款点儿背，我就是一直点儿背。你这点背的时间也忒长了吧。也是不怪人警察叔叔，你看你穿的那样，不管我穿成什么样，我气质也在，是吧？你啥气质啊？你除了那排骨你还有啥？你说你有这样的好闺蜜吗？也不说安慰我一下还落井下石。安慰安慰，晚上吃火锅去啊。啊耶，亲亲。对对，刚才那个警察小哥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这着急忙慌的去接你，追了人家尾了，幸好小哥哥人不错，什么都没说就放我走了，又没人记了你，你还好意思讲？我根本没时间，我告诉你，我当时这口红都到这儿了，净顾着哭了。这招楚楚可怜，更毒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这小哥哥是在你手里了。算了吧，姐姐，我啊，对这种小白脸男是根本没兴趣。小乐，卷儿卷儿，我回来了，赶紧下来接我，快点儿！
是我的缺角。